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来到台湾艺术大学，他们的舞蹈系的学生，因为他们受我们邀请参加今年北美地区这个传统周，亚裔传统周，也是台湾传统周的表演。那么他们将要巡回十几个城市，出去四十几天啊，非常不容易，非常艰辛的旅程。那我期待我们今天台艺大的舞蹈系的同学能够以文化大使的身份到北美地区的各城市表演，一方面为我们的侨界举办亚裔传统乐的活动增添光彩，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期盼我们的同学能够到北美各个城市表演之后呢，能够让他们的眼界大开，适应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观众，然后让他们的表演艺术能够更精进。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是不仅是侨委会的光荣，也是台艺大同学的机会，也是我们侨胞朋友能够欣赏到国内这么有活力、这么有创意的表演。那未来呢，我们希望多多和台艺大有更多的合作，也预祝他们这一趟的旅程能够顺利平安，谢谢。
生。